台湾台北善导寺，真的非常佩服我们佛教有关各种的书籍，还有我们书籍的渊源，真的是做到这一件事情是非常伟大的，在佛教非常大的贡献。所以等一下呢，我还是要继续这看下去，仔细看下去，有带几本回去拜读。我们平常呢是在山里修行，虽然我们现在也在线上有阅读，我还是习惯线下的这种实际的图书的这种阅读。咱们这个佛教文化精品图书展，尤其是咱们宗教文化出版社，是当代的最主要的一个宗教图书的出版的出版社。尤其是我刚才走过来看到了我小时候学佛的老师冯达安居士的这个书《佛法要论》，然后已经出成上下册了，更便于这个阅读。图书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忆，